其实我当初58年我进这一行的时候，说实话我不想做这一行，因为在解放以前，在过去吧，在我们蜀山有一句俗话，就做纸砂这门手艺啊，出了那个张泽桥就没饭吃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也就是说它地域性啊很强，你做纸砂就只能在一个小小的一个范围里边，跟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。现在是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到这个宜兴丁山丁蜀镇吧，来这个做纸砂这个行业。81年年底，我们纸砂工艺厂研究所扩充成立一个特种工艺班，专门做方壶。因为做方壶原来在历史上这个专门做的人很少，做方壶吧，紫砂壶里边的一大门类，相对来讲呢，做的人比较少一点。一个它比较做起来的工时费的工时啊，要比圆壶要多得多。而且呢，在那个变形就是烧成的效果方面，相对于圆壶而言，成活率比较多。所以呢，流传一种说法，一方顶十圆。举个例啊，这个壶身是6块泥片相接的，6块泥片就是1块泥片用一个样板把它画下来，上下直线好画，角度边上两边的谁都不敢保证我下刀在同一个角度，因为6块泥片就那就成了12刀，12刀谁都不敢说我在同一个角度，只要角度不一样，你在相接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偏差大小。紫砂壶是一个实用品，你一个作者在做设计制作的时候，你就要考虑到这个茶壶的安全性、稳定性。日本有一个叫柳宗悦，他被日本人是称为民间工艺之父，他说了，每天使用的器物不允许华丽，不允许繁琐，更不允许病态。所以我很欣赏他的这4句话，其实也是对实用品，哪怕是上升到艺术品，也是一个基本要求。